哎、欸，哦哦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厉害，这厉害，是隐藏招式有没有？嗯嗯，看到没有？我用顶的，我用顶的，哎、欸。Hello， 我是江江，这次我们的绿巨人浩克又更新了、啊，有感受到他走路的时候会有那个蹦蹦蹦的声音，之前还要好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现在他这次更新的多了这个圈圈有没有？他可以对准这个目标，不管是车子啊，或是人啊，他只要对准了，他就会冲过去打了。我们先示范一下，他按这个 space 是跳啊，也跳很高，然后按短短按的话是跳一点点，长按的话就跳很高。OK， 我们先对准这个车子，然后冲过去，哇、哦，然后这个。对准车子，它自动冲过去打，有没有？来来，我们再一台，哇，这个飞走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引擎盖吗？不是，这是车门啊。然后对准这个杆子可以抓起来，按这个 Q 可以把它拿起来，到处乱挥。OK。对，乱挥之后，他还会有那种两手一起挥的感觉。我这好疗愈哦！然后我发现他如果跳很大力的话，会有那种冲击波，可以把旁边的那个人啊、东西都给干掉。然后这个呢是特殊招式。按这个 R 可以切换，这个是集气用的。来看一下集气，哦，哇，这个集气加冲击波可以把东西打好远啊！哦，它可以换，它换这个是两只手拍，然后会有那个气跑出来。我们来找车子多的地方好了。哇，双手一拍，车子就滚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试试看，拿东西集气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哇，好，我东西丢掉是这样子。我再一次啊，我把东西丢掉是这种不屑的表情。哎、欸，我们来抓一下人啊！听说人还可以拿起来抓，你给我走开，好吧？走开！然后人，然后人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人怎么抓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失败了，失败了！哎、欸，他飞到屋顶上面去了啊！我们先示范抓一下车子，好不好？抓车子是像这样子，跟之前一样，他一样可以拿起来丢。他如果……你等一下，看到人了呢，我来帮你浇火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好，抓到这个人之后呢，可以拿起来摔，摔，摔啊，摔，摔，巧克力男已经摔到不行了，哇，这太可怕了吧！哇塞，来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丢啊！哦，我也发现他有个招式，就是他抓到车子之后啊，如果你有移动的话呢，还会连车子一起往前冲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哎呦，边跑边打可以把车子打很远，边跑边踹，这个没有标记就抓不起来，先把它踢起来。来来来，我们抓起来丢。哎、欸，这次没有爆啊！啊，刚好卡在那个墙角那边了。来，警察来，警察来！来，抓起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边跑边移动，然后把车子往前，然后再丢出去。来，我再试一下，抓人，抓人也是一样，然后瞄准目标之后拿去丢，丢对方。但是没什么杀伤力啊。抓车子比较实际一点。
不要跑。好，这个直升机就不太好丢，没有，变成往前冲了。走开，走开，听到没有？走开，被我搔痒痒没有用啊！打，打爆你！打爆你！打爆你！是打抛猪肉吧？看一下，来抓一下这个，按这个 Q 可以把东西抓起来。抓！来来来，我们自己看，打人，打老鼠。喂，哇，跳起来打不错，机器来，棒，哇，车子可以飞那么远，来看一下，拿着武器的时候，双手一拍可以干什么？人可以飞很远。直接翻过来了，哇，跳起来会有那种冲击波，有没有？要跳下来的时候，那黄色的光闪了一下，这样。我们再试一次，哇，刚好有车子，哇！我怎么一直听到有那个鸟的声音？啊，跑好快！解锁一个导演模式哦！撞他啦！撞他！撞他！超级帅，不是？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军事基地，我们先挑战一下军事基地的军人跟坦克车。哇！栏杆都爆了 ，Come on， 抓起来打啦！对，要走，给我回来，要走。机器啊，机器的他身上会有那个绿色的光跟白色的光啊。哎，坦克车，坦克车，坦克车，是我的必杀技！他飞起来居然还发射飞弹啊！这个是必丢的啊，这个就是拿起来丢的，有没有？拔起来俯冲，没有烧起来 ，Come on man， 什么烂飞机？啊，来来来，抓抓抓，抓！坦克车，弹走了，哦呦，好险哦，没有打到我。哇，这次更新变得好强哦！这才是真的浩克吧？人，我们现在看，这个直升机要丢一下。我发现他抓载具有没有按这个必杀技的时候会变成这样，这是 bug 吗？不过一样有冲击波，而且好像还蛮厉害的。哇，跟跳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哦，黄色的光有没有？
站那么远啊！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嗯，原来我看到一只小鸟掉下来，这是小鸟吗？也太扯了吧！这个冲击波是把小鸟震下来啊！嗯，原来这油罐车居然不会爆啊！它是空心的吗？坑！哇，撞掉那个杆子有没有？又来一台，又来一台，又来一台！来来来来，哎，换这个拍手了，然后再继续拍手。他居然是用脚在踢风啊！但是他会一直按到那个手机出来，然后再多按一下。哎，哦哦哦，哎，这个厉害，这厉害，是隐藏招式有没有？嗯嗯。看到没有？我用顶的，我用顶的，哎，来来来，嗯，嗯 ，Come on， 嗯，用顶的就好了嘛，嗯 ，Come on， baby， 来来来，我们来挑战一下火车，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边拿这个东西边跳高，有。哇！我们来挑战火车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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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呀，居然把它举起来了！这个太强了吧！里面还有人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各位观众，你看到没有？火车的头直接拔起来了。我们来挑一下后段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不是直接把它拔起来了？这浩克太强了，我们来抓起来。可以丢吗？啊，集气没有用。喂，我卡住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集气。嗯，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了。哎，对准。嗯，丢。哎，不见了，东西不见了。不可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不相信不见了。哎哎哎，东西不见了，怎么这样？本身游戏的 bug 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这个抓起来，你车也要丢一下看看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它这只是物件，所以物件不见了。偷射我哈？啊啊！偷射我哈？啊！来来来，来偷射我来！来来来来来，去！啊！轮胎。散落满地，哇！偷射我哈啊！光头哥哥不想活了在，啊！母汤哦，来母汤，母汤，哦母汤哦！寻找红心 A， 嘿嘿嘿嘿！可以抓直升机吗？哎哎哎，不要！哎，打到打到，打不下来，冲击波对他没有用，赢走了。来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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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抓我 ！Come on！ 抓不到我！你抓不到！抓不到我！翻车了哈！Come on！ 哦，好壮观啊！OK， 影片就要到这边了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多多分享，下次再见。